多学生你们好，这个学期我是你们的教授。今天我们会有一个中文课和中文对话，我们会练习讲中文。啊，太好了，浩宇，你现在对话课共同点是中文吗？好，我对今天的课懂，比方说我理解今天教的课文和上的。你好，我们可以一起练习中文吗？好，你的中文太好了，我们一起讨论。好，我们的中文课以讨论和练习为主。浩宇，用中文怎么说 I like you, you're pretty? Derek, 你为什么想有这些话？对话课上的讨论非常有用，我们可以把讨论的有八级借用到今天的课中。Charlie, 今天晚上你上次饭馆吃饭吗？我们可以一边吃中国菜，一边练习中文。我们今天晚上得做完中文功课。今天的功课分两种类型，第一种是中国历史，第二种是中国政治。Derek, 为了完成中文功课，我们今天晚上得做。Tally, 今天晚上会不但会很有意思，而且对我们有效。Derek, 你很坏，你晚上七年来我的房间，我们会去吃中国饭。你们请结束你跟同学的对话。我没想到今天很不方便。Derek, 今天晚上见。不幸不幸。我的意思是 Kenneth 要做功课，我不想麻烦他。没关系。我们三个吃饭以后会快做功课。Kenneth, 好吧？好好。